他们是谁呀？他们是拼音小怪物。他们从哪儿来？他们来自遥远的怪怪星球。你们叫什么呀？是大眼遥控器一。成功了，快来看看我的新发明怪怪探测器。悠悠，这个怪怪探测器怎么用啊？这个是用你给我的飞船碎片做成的怪怪探测器，它可以感应小怪物身上的电波，如果附近有小怪物出现，它就能感应到了。哦，太好了，悠悠，有了它，以后我们就知道到哪里去找小怪物了。悠悠，你可真棒，我们快去试试吧。嘿嘿，哎。哎呀，不好！什么东西？哥哥！一定是小怪物。等我把小怪物找到，哥哥一定会夸我的。找到了，有小怪物在附近。坏人们，你们别想抓住我，我可是大名鼎鼎的一一小怪物。一一小怪物怎么长得像根胡萝卜？什么？你说谁是胡萝卜？我可是一大眼遥控器，让你们看看我的本事。他的眼睛怎么亮了？小怪物，你误会了，我们是。哈哈，不能说话了吧？熊孩子。熊孩子，皮皮，我来救你们！快放我下来！快放我下来！依依小怪物，你听我们解释。妈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不能再转了！哈哈哈！坏人们被我打败了！我是厉害的依依大眼遥控器，这次先饶了你们，你们最好离我远远的。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怎么办啊？依依小怪物把咱们当成坏人了。他都不肯听咱们说话，得想个办法让他安静听咱们说话。他的眼睛是遥控器呀，好厉害，咱们根本没办法靠近。遥控器。有了，我也
办法了。嘿，喂，胡萝卜！喂，胡萝卜！谁是胡萝卜？我可是厉害的一大眼遥控器。什么大眼遥控器？长得跟胡萝卜一样，我看你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有本事来抓我呀，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。嘿，小怪物，看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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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成功了。坏人，你们要把我怎么样？咦，小怪物，我们不是坏人，我们是小怪物阿的朋友，是他托我们来找你的，我们要把你送回怪怪飞船上去。你们怎么不早说？你给我们机会说话了吗？真是对不住了，咱们快回怪怪飞船去吧，我好想大家呀。熊小妹呢？糟了，熊小妹不见了。小怪物一，快看看熊小妹在哪里。原来熊小妹迷路了，她在河边，咱们快去救她吧。熊小妹，熊小妹，哥哥，熊小妹吓死我了。你这么勇敢，我很高兴。可是以后不要自己行动了，这太危险了，我们都很担心你。我以后一定不乱跑了。哇！今天真是多谢你们啦！没关系，今天多亏了你，我们才能找到熊小妹。再说，我们也玩得很开心呀。谢谢你们把我带回怪怪飞船。说对咒语和小怪物的名字，小怪物就能上船。阿波斯特夫哥和伊吉克勒莫诺。再见了，我的朋友们！再见！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个新朋友，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？我知道，他是大眼遥控器一小怪物。对了，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把他叫出来吧，伸展嘴巴，一，大家跟我一起说，一。
说对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太棒了，下次见。